现在是福斯 T Cross 开通车道维持相关的功能，远近灯，然后还有解黑屏。使用的手机是 HTC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原厂有车道偏移系统，但是它没有远近灯、交通号志，所以我们可以从透过专业的电脑参数的导入，可以开启这些相关的隐藏功能。有些人只是开出选单，但是实际没有功能。然后另外一个影音的部分，有很多车友问，可以透过这种解黑屏，然后搭一支 HTC， 就可以像我们这样开车可以使用。那如果 iPhone， 你如果觉得越狱比较好用，你就越狱。好，可以开跟车了。